大家好 ，ST 党今次就介绍 Aircar 港铁路轨板车的 4N 呢个日产 MV350。这个壳就应该微影冇噶啦，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而要揾 Aircar 出。嗰啲 Aircar 冇微影咁震啦，推起上嚟。有趣，都是一隻灰色加一条红线的配色啦。睇未？吓？甩咗咋话？怼翻佢先，黐线话咁鬼易断嘢，系啊，依家要搵啲胶水黐翻实，我谂点开啊？要咁样撩啊？唉，黐线，咁车顶啦，有块咩行得路轨嘅板车。咁系连埋呢个架一齐噶啦，同一嚿嘢，唔系额外嘅零件，所以拆唔到落嚟嘅，系啦，直接喺埋呢个模具度，上呢个白色同埋黄色。咁车牌啦 ，UB3837， 有日产 logo。冇得开堂门噶啦，你竟然唔似微影咁整软胶，硬邦邦，应该好易断系咯，真系。又冇话俾咩年龄玩嘅话先，14岁以上，哇！一个门槛几高，哇！我都唔想拍鬼断咗。拍鬼甩咗个倒口镜，我攞埋架 Hi-Ace， 依家最主要嘅 4N， 不过仲有架乜鬼 Smart 咁嘅嘢系嘛，嗰架微影嘅，睇下几时有现货，微影专门店嘅现货卖啦。咁好啦，咁今次个日产。MV350 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，鍾意就 like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